好，那我们中之队出发。有人二三跟二一盾搞错了吧？对啊，有人刚开始教我二一二十一盾的玩法，然后还理直气壮。哎、欸，就是这样转了、啊，就是这样转了、啊，完全转起来就不对啊！我有我满脸问号。双水石是怎么解？靠龙科绿水珠出来啊！我感觉我龙科不会跳哎、欸。等下看看龙科有没有机会跳。龙科有跳，我们再开龙科，只能这样了。我们开主动技能比较舒服。龙哥跳啦、啊！龙哥其实挺好跳的，你看看。其实这边被打一下，然后再开技能是比较好的，那其实直接能过了，没差。然后十字的话，开龙哥绿水珠七卡。我们七卡，至少绿十颗水珠出来。看这样是不是太多了、啊？算了，这样好了。啊，找到猪捡 CD 哦，也、yeah, 行。哦，看这真的很多哎、欸。好，龙哥太多水了，确实，但是能过。大家不要像我这么多水，绿水珠绿少一点比较舒服。好，再是固定岩级，这里好像那件无视固定岩级，水没擦。这边进来做一个手转动作，喷水。好，那就天降。攻前盾的话不用理他啊、哦，这对有护盾。哎，他怎么护头？护盾应该不会死才对啊！这转珠太牛逼了，那肯定要的。好，不要打，挡死。哦，你的水哦，确实。嗯，直接补护盾，然后再带走他就行了。再来也稍微被他打一下，是回终结斗。他这个骷髅头也是假的，我们只要被他打一下就行。哎，不对，其实不用被他打，哎，我带这个直伤他就好了。OK， 然后就直接扁他。这对无视燃烧，不过没有无视反手烧，所以不能手烧火珠。几点在抽呢？这一场这个打完就差不多了。如果你们想要看两卡黑金的话，五百赞我们就用两卡黑金好了。好，王冠。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，就当我没说。控场，然后我们直接手转，基本上那边直接打就行了。开这个好了，二三队我们刚刚研究哦，就是这个转到这里，另外一个，哎，是这样吗？是哦，转到这里，那就二三了，好不好？非常轻松。然后再来第二条血条，这边我们就直接开这个，可以直接亢奋。然后就他就死了，好的，就这样子过。黑金打起来就是这么轻松。然后这一队的话是全加成队伍，对，加成分数最高的，如果大家要刷的话，就用这队刷，可以更轻松。黑金有直伤老哥，哦，消十颗柱子就直伤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知道。
也是。好，那这边就直接通关了，没有问题，相当棒，解全关成就。